馬嘅朋友咧，今年災星入命宮，好彩有個天解吉星幫你逢凶化吉啊！事業方面，事業運都比較反覆噶，時好時壞。當你好運嘅時候咧，就唔好咁高調；如果係好黑嘅時候咧，亦都唔需要咁灰嘅，應該積極面對。做生意嘅朋友咧，要注意呢個流動資金嘅調配。而財運方面咧，投資好似過山車咁，時好時壞，上落比較大啊！咁所以投資就適宜謹慎，唔好太過進取。咁愛情方面咧，未結婚嘅人士就會撲朔迷離喎。結咗婚嘅人士就會覺得哎呀平淡乏味好悶，咁適宜咧去呢個西面旅遊下，增加感情啊。咁健康方面點啊？就如果你揸車運動都要小心，容易受傷啊，或者係容易有呢個小受傷。咁建議大家捐錢啦、捐血啦，化解一下啦。咁好啦，揀一個好嘅開工日子，順順利利啊。咁適宜初五、初八、十一。呢三日對你係非常之有幫助嘅。好啦，屬馬嘅朋友帶啲咩吉祥物令你增加運勢呢？唔使講啦，梗係帶翻只羊啦，咁就喜氣洋洋咯。